镜头转来咱国内，金门有一个姓吴的人，伊3月份的时阵出海去钓鱼啊，因为找无路，去互中国留伫遐，到当时已经超过3个月啊。家属昨昏去泉州探视，因老母讲，因后生目前是安全，嘛呼吁政府赶紧甲2月14日并存的这个案件处理好势，嘛当赶紧互因后生转来台湾甲伊团圆。 姓吴的钓客，伊的老母甲查某孙的手牵条条，转到金门。伊的后生出海去钓鱼，船驶唔到方向，走去中国被扣留，已经超过3个月。刘毅陈玉珍伫礼拜陪伊去泉州看因后生，伫下昼转到金门。父母把他照顾得很好，那我们家属就比较放心。希望说回来的时候，希望说政府能够注重这件事情，能够说赶快把那个渔船那个0214的事情，赶快把它处理好。 钓客老母讲，因后生伫咧对方，互因照顾甲真好，也大可8冠军，有较放心。因后生也甲因查某囝讲，考试阁考2个100分，爸爸就会当转来。家属希望政府赶紧处理进前214渔船并存事件，用同理心来解决争议，互人会当两三转来。之前这个就是曾经有一些协商了哈，那。 可能中间有一些波折，但是也是呼吁陆委会赶快在这个重启协商，大陆适当也赶快重启协商，让这件事情可以顺利的赶快的这个解决了。立委希望陆委会赶紧搁协商解决这件代志。陆委会一个礼拜暗回应讲，中共方面无愿意配合司法程序，造成调查进度一直拖。 咱这边愿意伫咧事件原因甲责任归属查清楚进程，提前付予中国大陆家属慰问金，解决家属的经济困境。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莫再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